似呢條，有個路牌。哦，呢度叫二沙地。前面是明心路，垃圾中心，又喺个码头边。出码头睇下先，睇下而家个码头究竟仲有冇啊？因为我都唔系好记得个码头系喺路嘅边，右手边。反正我出江边睇下先。这个位置就是芳村码头。今天阴霾，昨天下好大雨，今天还是好像很蒙的天。睇到啊！以前個芳村碼頭，呢個叫水壩。好，望下對面，一望白天鵝。呢一辣應該啲咁嗰啲江邊樓盤。嗰邊應該珠江橋腳，望到對面嗰座上次黃沙嗰座橋最好型，一個黃色嘅，你睇呢個，一個黃色嘅彩虹咁，由黃沙嗰個水灘市場行過去黃沙碼頭，上次我都拍過喺嗰度拍過，喺嗰邊影過嚟，而家望過去真係好型。我嚟呢個立白中心，就係做一個寫字樓。立白產業創新孵化器，我而家開始有啲小雨。我呢個角度望一望，
人民橋，算大啲先，好蒙啊，因為而家個今日陰天啊。我哋呢邊係河南嘅，呢一排同福西洲頭咀上面嗰、那個，哎呀唔記得咗咩樓盤啊，嗰啲豪宅，望江豪宅。芳村碼頭喎，個芳村碼頭嘅旁邊，又望翻過去黃沙，哇！白色嗰棟樓以對面白色呢棟樓以前，係咪呢棟係咪以前美國領事館嗰棟？應該唔係，應該隔離呢啲。啊！呢個白天鵝。好陰天啊！我哋而家好，一望下人民橋，好似我好少喺呢個方向望過去。呢堆嘅係叫同福西入邊洲頭咀嗰邊，我叫天宇半島，呢啲望江豪宅嘅啫。順義會館，啊，因為我而家想坐車咧，可能唔知要行去邊度坐咧。呢度直頭灰水馬封住曬，啊行去前啲。好，呢度仲係學董路。呢度前面去就係西朗個地鐵站，好近嘅啫。呢度入嚟已經，呢度呢條叫奮發路，呢度入嚟已經叫港港新城啊呢一筆。呢一馬路嘅呢邊，啊，而家餐廳咧，呢度個芳村解禁咗，但係啲餐廳仲係唔可以堂食嘅。我又唔知啲芳村人民今晚係咪？走曬去天河食飯。我對面呢個原來係省實嘅荔灣學校，原來喺呢度。我哋睇下啲馬路，我唔知點解咁多車放喺度，係咪唔夠停車位啊？定係啲人貪方便，短時停一下？因為佔咗一條道嘅，其實係兩道雙四車道嘅話，呢度呢一邊全部都放停曬車。你睇一辣都係，係啊！原來呢度行去西朗都好近嘅啫，所以即係呢度佢有兩個地鐵，一個西朗，一個學董。哦，而家後邊係花地大道南西朗地鐵站出嚟。方向向住，
海南村呢边。啊，前面呢个系珠江钢琴厂嘅旧址，已经搬走咗啦。珠江钢琴厂而家下边落去就系鹅公村。啊，呢个就系鹅公村嘅总店啊。我谂好多人都会嚟过啦，咁样广州人都会嚟过呢度呢间食过饭啊，好似应该九几年啊已经有啦。呢个是耀华集团的，耀华集团在广州都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飲食集团，旗下可能最早是流花竹城，流花竹城现在搬了去越秀公园北门，以前雍雅山房的那个位置，然后有个流花茶艺院，然后沙河粉村还有鹅仔饭店，有呢个鹅公村，好似都系耀华集团。咁呢次疫情咧，其中南沙确诊嗰个，好似个 pair 夫妇就喺度食过饭嘅，所以搞到咁固然啦。而家仲未开翻啦，荔湾区未开翻堂食嘅，系但系而家广州其他白云啊、海珠都开翻啦。今日而家未开嘅就剩翻越秀、荔湾。還有兩個南沙和從化，從化不知道為什麼還要禁。我這裡有一個水產市場，我看到有些車出入，裡面都停了很多車，不過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就停了在這裡就不知道。应该开翻，唔知正常未啊？吓，啲车都算多。我未知网沙唔知开翻未？哦，我已经入咗嚟呢个中南街道的一个海南村啊，这个海南村咧就是呢次疫情之中第二严重的地方，第一就是而家仲封紧嘅学园小区，咁呢啲严重的而家出入都要扫码嘅，就好似我上次去海珠客运站斜对面嗰、那个那個叫南洲名苑，是出入都要掃碼的，一般地方都是入的要的，出是不需要的。現在入了來村了，這個村這個海南村在這次疫情呢一共有27名確診的，28號是上個月28號第一個確診之後就封了村，封到21號應該封了廿幾日啦，唔知啊。但係早幾日，雖然佢解封，但係未出得芳村啊。我哋都未入得嚟，所以只有琴日先入得。咁我今日嚟睇下呢度點啊。哦，啱啱喺出面嗰條主路，增南路，人好塞車啊！原來有啲水馬仲未搬走啊，佢本身條路都係已經窄嘅。入到嚟呢度有个应该是何香凝的应该旧居啊，叫海南香凝街。隔篱有佢的何香凝小学。入去呢条赤岗东药，喺度冲，喺度冲应该冇乜人打你，啲水好浊，不过仲好未有臭味。
睇下呢度嘅地圖。原來呢度都叫赤崗啊，唔係河南客村嗰、那個，呢度係芳村、海南村入邊，佢都叫赤崗。跟住頭先嗰邊有個赤崗東藥、赤崗西藥。咁呢次呢個海南村咁嚴重咧，因為話佢之前咧，村入邊唔知擺咗酒啊，所以突然間爆發咗。呢個隔離呢個花場，開咗好多做園藝嘅係咪？出面嘅花地河，前面好多都系啲大嘅棚，嗰啲园林、园艺。呢边好似系卖啲大型嗰啲绿色大叶嘅，嗰啲咩梦罗啊嗰类嘅嗰啲，唔系卖花。我呢个就系以前嘅珠江钢琴厂，而家做咗咩珠江钢琴创梦园。而家個珠江鋼琴集團啊，叫個廠係去咗增城，呢邊係攞嚟做寫字樓啊、總部啊咁。我呢度入去，前面有個排隊打疫苗嘅。要攞咗號先可以嚟呢度打疫苗嘅。我入咗嚟鋼琴廠，我條打疫苗條隊好長啊，好多人。我哋睇一睇啲廠房嘅舊址，然後我查呢個珠江鋼琴集團，全世界生產鋼琴連續幾年第一嘅咯，銷量啊！我而家再去前面咧，咪去巴地河嚟嘅。我喺度啲，我都唔知呢啲建築係咪新起嘅。翻新過咧嚇，一個做一個創意園咧，即係當寫字樓咧租俾人。一個隊尾排到嚟呢度，佢前面嗰度係仲要轉咗個彎嘅，係仲有嘅，前面仲一橛嘅呢個後面嚟嘅。出咗嚟花地河邊，呢邊我要去翻去谷樹嗰個嗰邊。喺度花地河。對面嗰個叫裕安圍啊，嗰條村嘅，有釣魚喺度釣魚。遠處嗰度橋，
頭先我哋喺嗰度過嚟嘅，經過條橋，就係、是、西朗過嚟呢個一樂橋嘅鵝公村，即係呢條路呢個方向出翻去就鵝公村。另外一條橋叫魚尾大橋啊，哇，好涼爽啊！而家啲風好舒服喺度。呢棟嘅啲鋼琴廠以前啲舊樓，又翻新同埋，見到個釣魚啊！呢条叫鱼尾西路，衬翻嗰个鱼，所以叫鱼尾大桥嗰度。哦，呢一辣仲系嗰个，呢个叫咩？珠江咩园咩藏咩藏梦园啊，系。啊，嗰度有几个嚟拍。嚟拍寫真啊！咪我呢個以前嘅珠江鋼琴廠真係好大喎，真係呢度，跟住好大個廣場咁做到。呢度仲多人釣魚，呢度唔知啲咩品種嘅魚多呢度。